观战一局巅峰七阶九十星 S 二破轮，看看顶级图皇的精彩操作。开局直接上车，滚向目标作曲家。这里作曲家还没来得及藏，就已经被逮住了。面对着破轮，会牵制的求生者会很厉害，不会牵制的就很快被扎中。但还有一点，那就是遇到会滚的破轮，那么就无解了。开局不到三十秒，成功上了两层次，这是相当恐怖的。作曲家捡了个鳞片，可惜最后被骗出来了，一刀击倒挂上，直接上车滚向中场，结果发现脚印，成功给佣兵上了一次。虽然打不到双倒，但能逼救，闪现过板，再次拿下作曲家。二挂 VIP， 这个节奏大概率是要卖，不然求生者会出问题。然而佣兵依然打算救，或者是想卡耳鸣，但被发现了，只能牵制。悲观佣兵换追教授，不得不说教授是真的稳，鳞片没能骗出来，破轮只能上车追击，飞轮躲掉一次，但还是被一阶技能扎中了，再套上二阶刺。然而破轮不敢出刀，还是骗鳞片，两人都很稳，就看夹子能不能扔中。虽然夹子不中，但虚晃的一刀还是把鳞片骗出来了。剩下的第二次只是时间问题，对于破轮而言优势大大的有，完全拖得起时间。教授这波牵制可以说是完美，时间拉满，但毕竟监管道具多，拖得越久监管越有力。直接击倒挂上，上车后发现昆虫，直接上两层次，然后佣兵偷人，但被夹子夹中，直接一刀双倒。教授被一个悲观带走，挂上后继续追击昆虫，刚好此时闪现 CD 好了，上次后闪现带走。佣兵虽然自愈了，但已经放弃挣扎，最终破轮轻松四杀拿下比赛。